欢迎收看这一集《设计家政团》。阿达，想有一天你结婚了，你会想要生小孩吗？会啊，我想要生四个。四个？两个男的，两个女，这样平常他们就可以自己打麻将，我就不用带小孩啦。可是如果生三个的话，我也是可以跟他们一起打啦。在接下来的就真的跟你没有关系了，因为要介绍的是顶客族的家，来看看清敏华设计师为夫妻两人所创造的新家，并且也符合了屋主的 SOHO 族的身份，打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舒适的工作环境。现代人因为工作、家庭与生活的转变，从以前的传统大家庭到目前两人一人的家庭组成，工作形态也从外出上班转化成在家也能工作。今天我们来看看一对顶客 SOHO 族的家，看清敏华设计师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满足他们对居家环境的需求。清姐好。清姐，好久好久不见了。对，又见面了。是啊，这一次啊，很期待看清姐为我们的屋主变出什么全新的把戏。好，我等一下跟如中好好说明。谢谢清姐。一进来这个家，一定每个人都会先注意到这个吧台太特别了。对，这个整个的空间只有17平的空间，希望不要再因为有一个餐桌把空间给分割得更凌乱。是。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吧台。连贯到厨房，同时连贯到玄关，然后呢，能够让这个吧台本身就是餐桌的功能、吧台的功能、工作桌的功能。然后同时，因为上面又放了一个电磁炉，然后同时泡茶、喝咖啡、吃火锅是很方便。弄弄沙拉呀，而且夫妻两个人因为吧台的关系，不要变成一个好像特别要坐下来的餐桌吃饭，对，也变成可以聊天的地方。对，对没错。好，卢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灯光？我发现好像在一般的居家吧台上面会是吊灯，对不对？对，很多，对，很多。那这边为什么没有在用吊灯呢？因为整个的空间它其实并不是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在天花板上面有一些很繁复的设计。吊灯也会阻挡一些视线的流动，对不对？因为女主人希望不要再放一盏吊灯，让整个这个空间似乎看起来比较凌乱。你觉得呢？有了砍灯，其实有砍灯的味道哎，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变大了。所以你聊天的时候，虽然没有了吊灯比较美观的那样子的转换，可是有了砍灯，聊天的柜子变得比较空旷。所以你看，如中我们在天花板上的设计，你有没有发觉到？我也不做很多细琐的分割哦，所以就把天花板的设计也是一并的连贯，然后这样不会很琐碎，会变比较一整体的感觉。而且你看，我们把客厅的天花板就可以这样的扩大了，所以你会觉得说，它房子感觉上就是好像很大气。然后如中，我再来就考考你了。考试，每一集都有考试，不同的设计师都要考试。哎，告诉我，找找看它的卫浴设备在哪里。是在这边的方向，往这个方向。藏起来，我把它藏起来了。藏起来，不是后阳台，藏起来。这太夸张了吧？你们家马桶会藏在洗手槽下面吗？藏起来。卫浴在这个方向啊，确实是把它全部藏起来的。为什么想把它特别的藏起来呢？因为一般来讲，传统的话可能都比较不希望洗手槽就是在我们的厨具对着马桶的那个空间，不管是风水啊，不管卫浴卫生啊，我们都不太习惯。对，所以我们就用个隐藏门把它给阻挡起来，把空间分割。那用个隐藏，就不觉得后面有个卫浴空间。不但不觉得后面有卫浴空间，这整体的墙面也变得比较的干净，更开阔。没错。哦。再找找看，还有个东西不见了。这里怎么没有冰箱？对，所以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冰箱。连在一起，这么大的冰，这边有这么大的位置可以放冰箱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主卧室如何在这个空间上再做一些重叠的运用。你的意思已经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说它其实吃到了一点主卧室的空间。对，没有错。在17平大的空间里，设计师配合屋主的生活习惯，建构吧台与厨房，并用种种巧思营造整体空间感。
而在材质的运用上，清敏华也为长时间待在家里的屋主打造了触感温润的地板与视觉上宽阔大气的墙面。他在家里面的时间，就是屋主他本身是售后主，那所以他在家里面停留的时间非常多，所以他告诉我他不喜欢穿拖鞋，他自己就不喜欢穿拖鞋，不喜欢穿室内拖鞋，他喜欢他的脚直接踏在地板上面，就是温润的感觉。是，所以我们除了在玄关啊比较会带灰尘进来的地方是用花岗石，接着我们对我们其他的这个大部分他走动的空间几乎都是木地板。那如中你有看到我们这边有一条带状的抛光砖，我正想问，如果他这么喜欢待在家里，好好的踏踏木地板，为什么把它铺满呢？因为它是从厨房的地板一直延伸走到我们的书房，那在这条的空间当中，再加上我天花板上面本来就没有做分割，是，所以让它上下呼应的时候，它是用一个线条拉开整个空间感。哦，空间这样子会因为上下的呼应跟延长会变得比较宽，铺满跟这样子有这么一道好像银河走廊一般的感觉不太一样哦。其实这是也是在设计上面，它或许并不是一个主要功能性的，可是它在我们整个的空间跟城市上面多了这一条，就可以让房子的层次感都出来了。靠近大理石特别的冰凉的味道，是啊，又觉得好愉快。是，这个材质是萤火，雪白萤火。一向习惯在电视墙运用到大理石吗？哦，不一定。可是因为它这个房子，它虽然坪数不大，但是呢，它的空间是狭长的，对。所以说，我们就利用它的狭长面呢，让小宅变豪宅。所以运用大理石的方式，是发觉它整个的空间，好，再加上材质的运用，我就觉得它更大气了一点。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旁边的 CD 柜。对，那 CD 柜的话，我们上跟下我们都用黑色的一个边条，制造出一个整个这个砍入式的功能。是，所以说一方面是在这样的一个素白的一个大理石上面呢，我们利用这样的分割线条，增加它的层次感。那这上面放 CD 或者是小白饰品，那下面我们就是把电器的一些设备全部可以放在这个空间。可是我其实我发现了，好像才一半，为什么？对，因为等一下你会发觉到你旁边有个拉门，这边它推过来的地方。哦，这边把它收起来了，刚好收到这边。可是这个地方吃进去的，吃到主卧室。你看到下面这边有一块，我把这个板子收进去以后，哇，它就变成是一个脚可以往下伸的地方。我本来顶多猜它是收纳，没有想到它可以变成座椅。